咁啊，嚟紧咧下一首歌送俾大家咧，我哋就跳一跳吓，跳一跳嘅年代啊！啊，我哋一跳咧就跳到九十年代啊！一跳跳到九十年代，咁啊呢一首歌咧，其实系一套电视剧嘅一首歌吓，电视剧嘅一首歌。咁呢个电视剧咧，佢嘅一首嘅插曲啊吓，唔知系咪都系九十年代，即系唔知系咪都系同一个年份噶啦。我估应该系啩。通常咧啲歌咧，以前啲歌咧就一套剧入边咧就会专登为咗嗰套剧咧，可能就摆好多唔同嘅即系当年代嘅歌落去嘅，就唔同而家嘅。而家啲歌而家啲剧咧就好得意嘅，而家啲剧咧就会摆翻以前嘅歌，就唔会摆而家嘅歌嘅吓。通常都系咁样嘅，我发觉咗好耐噶啦。好啦，咁啊呢一首歌送俾你 ，Hi K K 你好。好啦，咁啊送俾大家呢首你知郑秀文一首歌。
总算为情认真过，有我哋郑秀文嘅一首歌曲吓，冇错啦，大家已经讲咗啦，系呢、這个大头绿衣乜鬼话、啊？大头绿衣战姜啊，唔系战大头绿衣斗僵尸嘅插曲系啦，战僵尸系咩嚟嘅？嘅一首歌，话大家好叻啊！喂，嗨，你好，伟手 ，hello， 多谢好听，加油，多谢多谢 ，hello Ben Chan，hello Annie Fong，hello， 你好啊，我先啊，大头绿衣斗僵尸 YouTube 都睇啊，美国 TVB 上咗架，哦、，really， 即系而家系咪而家热播当中噶？定系？但我知道香港应该系好耐之前噶啦，应该。呢套嘢，小米唱得好好听啊，歌词咧亦都写得好好啊。系呢首歌咧，我都系第一次听嘅，不过咧，好听，同埋咧容易上口嘅呢首歌，好正，多谢大头绿丝绿丝大头绿衣斗僵尸，我哋讲嘢讲慢啲啊，我有呢个嘅啊。先看看这里可不可以 tag 的呢？哎，得的喎。啊，多谢阿伟，多谢恋之语感的 super chat 啊 ，thank you。恋之语感话咧，好听，我真的对每段情都好认真噶，真的咁啊。对情就一定要认真的，不可以玩玩下的，知唔知啊？所以你做得好啱噶，啊，对情是要认真真的。嗯，好啦，我哋咧，哎，我见到啊，唔该晒你啊，保护艺人，唔该你啊，我 tag 咗啦，唔该晒。Hello， 吹吹 ，Hello， 好啦，嚟紧咧，我哋都话莹莹啊，莹莹咧平时喺我哋 YouTube 上边咧好少倾偈嘅，啊咁啊，佢好少聊天嘅，所以大家咧就好少咧就见到莹莹呢个人物喺我哋嘅live 嗰个直播上高出现嘅。咁但系咧，其实佢喺就系唔讲嘢嗰一堆人嘅入边啦，啊咁啊，佢咧就留咗个言，就同我讲想听一听呢一首歌嘅，咁咧，所以咧我就。在这里就呢唱这一首歌给你听啊。嗨，三文哥你好啊，现在出街都可以唱一首小心啪啪，跟着得得得得得唔记得咗。好啦，哇，这首歌我们再新一点了，我们再新，哎，再新一点了。私信他，别无视我好吗？中断联系了吗？蓝的诱惑我跟他，一对废话愿意服吗？关注他，追看他，在荧幕里牵挂，通讯被限制吗？怎招架？单的隔绝我跟他，封锁了吗？没对话。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，何以将我消失不再说起？谁知我上传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，想过喊过期待有他心智慰问我，但我清清楚楚终止嫁祸，他更快乐过，未退出惊吓什么，谁管我独
来读往大时大知未提及我，每晚勉强全面离思，未见得更易过，未曾犯错，隔离了我，所指我搞清楚。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，通讯被限制吗？怎招架？单踢隔绝我跟他，封锁了吗？没对话。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，他已狠心离弃，何以将我消失，不再说起？谁知我上传十个限时动态，定时直播，醉过喊过，期待有他心事慰问我，但我清清楚楚，终知交往他更快乐过，被脱出惊讶是我，谁管我独来独往，大时大知未提及我，每晚勉强全面离思，未见得更易过，未曾犯错，离了我，阻止我搞清楚，嫌弃我极彻底，管他残忍到下世，回复制无情被废，退掉追踪，仍不敢放低。明知我上传十个限时动态，定时直播。醉过喊过，傻再搏他一次慰问我，任我辛辛苦苦花光心血，不会有突破，麻木爱痛着蹉跎，谁管我独来独往，大时大节未提及我，说句再见离年离世，未见得挂念过，为何犯错隔离了我，该怎去搞清楚？私信他，别无视我好吗？中断联系了吗？等他回复答我，解说一下。隔离，将呢首歌送俾竹篙湾嘅朋友听系嘛？喂，其实我想讲咧，竹篙湾嘅朋友都啱嘅啊。咁啊，但系某某某朋友咧，佢而家隔离当中咧吓，佢都仲系佢系去咗呢个酒店嘅，我发觉啊，去咗酒店嗰度。嗨，希望你好 ，Livy E，Hello。去酒店噶，而家有酒店住喎，几好喎。虽然都系隔离啊。我先吓，多谢阿伟嘅 super chat，thank you。小心小心，拍拍咯！哎呀哎呀哟，小心今晚去拍拖，只冤鬼系咩啊？只冤鬼住我系咪咁啊？大约啦，系嘛？我记得我系之前咧，即系出去出 show 嘅时候咧，听过啲朋友唱过呢首歌啫。但系咧，我自己就未唱过嘅，我系即系听佢哋唱就听过咯。系大家都知啦，呢首《隔离》啊，啊，好好听，多谢。应该都好耐冇听过啦呢首歌，除非你自己有去听原唱者嘅歌啦，即系小米唱就好少唱。即系打上一次已经系同两个阿 Sir 打边炉嗰次唱啦，好似之后都好似冇唱过。唱唱你好啊，好听过原唱，多谢雪莹。多谢你啊，多谢你嘅赞赏啊，雪莹，一定好听过原唱。多谢。诶，嚟听翻个新嘅先。系啊，系啊，建明，
费事喺度开名啦，系咪？你知嘅就知啦，系咪？我反而觉得徐玉言安唔好咁紧张，做好自己保护就可以啦。香港人咧，一定系战胜，一定可以战胜 SARS， 最难嘅都可以啦。而家有咩咁难？我都觉得系咯，我都觉得系啊。其实最紧要系做好自己咯，系嘛？即系大家做好自己嘅时候，我觉得就应该都唔会有啲咩问题嘅。啊 ，SARS 咁大阵仗都冇嘢啦，系咪？之前喺屋，之后喺屋企隔离，喺屋企都好嘅，喺屋企。不过我想有冇人知道喺屋企隔离系咪连屋企人都可以喺屋企嘅？定系连屋企人都要一齐隔离？定系屋企人唔系？如果屋企人可以出去嘅话，我变咗好似空姐嘅咁样，应该唔得嘅。我好中意《隔离》呢首歌嘛。哦，阿慧原来好中意呢首歌嘅。OK。希望来年出 show 演绎隔离，好啊！你系咪过嚟睇先？你过嚟睇我就请啦，咁啊！佢喺快手出片，个个都知道啊，有啲人冇睇噶嘛，系咪先？我有佢嘅联络嘅，我就知道咯。我见到有韩国嘅朋友话，你好下社哦。一定会好啦，我顺住你先啊。好啦，咁啊嚟紧咧，咁啊一堆嘅歌曲咧，都系小米为大家准备嘅，系一啲嘅歌曲啦。咁啊，都系一啲情情塔塔咁嘅歌啦，吓咁啊。啲情情塔塔嘅咁嘅歌啦，大家就估下系啲咩歌啦吓。有啲咧大家听过我唱嘅，有啲咧大家未听过我唱嘅。咁啊，我为咗呢一堆歌咧，都。尋日練歌都練得好夜啦，咁所以咧，希望大家都歡喜我所選嘅歌嚇。好，首先我哋唱咗呢一首，不過咧呢首咧大家本身話啊想聽翻原唱版啊，但係咧原唱版咧我揾唔到一個啊可以試下佢嘅，等我等啊。睇先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清下个喉咙先。屋企隔离唔好，会传染你家人。小米平时收四点，梗系唔会准时收四点，会系五点。今日居然三点就已经收工。哦，你话你平时啊？你平时收四点钟，但系今日居然三点钟收工啊！咁早？我外甥大女中咗，我细妹全家都冇感染到。我见到新闻咧，佢话上次唔知话咩有个女佣咧，咪中咗招嗰个咧，咩一个屋企人入边有，跟住然之后话个女中咗咯喎。我都冇乜嘢嘅，而家我啲好轻强嘅啫。好，送俾大家呢首歌。呢个版本系唔得嘅，算啦，我哋都系用翻嗰个版本啦。我哋都用翻嗰个版本啦。呢个版本好难听，蒙查查咁样样，系嘛？哦，我哋用呢一个。咦？为什么会没有呢？我上次摆咗喺边啊？哦，好啦，唔紧要啦，我哋唱呢个啦。系啊，听嘅嗱，呢啲就系经典啦，唱几听几粒音就知道系咩歌。将爱
星星向月儿说，甜吻是这恋爱预告。心似是醉了樱桃，人如熟了樱桃，爱情常向双边低诉，恨他不知道，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。窗外天空每朵白云，满写醉人曲谱。夜空星星向月儿说，甜吻是这恋爱预告。情常向窗边低诉，恨他不知道，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。窗外天空每朵半写醉人曲谱，夜空星星向月儿说，甜吻是这恋爱预告。窗外天空每朵黑白云，半写醉人曲谱。哒啦哒啦哒，夜空星星向月儿说，甜吻是这恋爱预告。原来这个版本都不是太好的。我应该要找回那个叫做什么，我应该要找回那个叫做什么，我之前唱的那个版本究竟在哪一度。这些就叫随便按一个。随便按一个。